Club 刘，我今天非常开心呢，带大家来参观圆山饭店。圆山饭店呢，或许大家都有来过，但是今天要来看两个很特别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国宴厅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圆山饭店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——秘密通道。带你去看，走。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饭店 Grand Hotel 圆山饭店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的是圆山饭店非常、特别的一个 VIP 的一个厅，叫国宴厅。这个厅呢有许多以前台湾的历史，包括蒋中正先生、蒋经国先生，还有一些、宴请各国的这些领袖。带你一起来看这个漂亮的国宴厅。
非常高兴的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圆山饭店最神秘的一个 tour， 叫做秘密通道的 tour。大家或许听过这个通道，但今天我很开心，终于第一次来亲身体验这个通道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通道非常的明亮，整修过后呢非常的干净。这个通道呢事实上还蛮宽的，以我180公分的身高呢，这个地方应该大概有190到200米，宽呢应该有大概到2米半，所以呢这个很多随从啦或者是主角呢他在进行一些运动的时候，这个通道呢事实上是做得非常舒适。好了，至于这个通道呢，通到什么地方呢，我也没来过，带大家一起来欣赏，走。而且这个通道呢通风非常好，在里面呢没有一点感觉那种要比如说窒息啦，或者是说这个有密闭空间发霉的感觉，感觉就好像在散步走路一样，很开心。现在为大家补充一个重点，这个秘密通道呢，因为它是用来这个特殊情况逃难用的，所以它设计呢，故意呢，有没有发现到不是一条直线？刚才经过高人指点呢，告诉我这个通道呢，它设计成这个曲线呢，你也了解，如果前面主角在忙着要跑到另外一段的时候，后面如果有追兵，他如果开枪，那因为是 S 型的这个曲线呢。这个我们通道设计的这个就能够比较成功，主角也能够脱难，真的是很用心设计的一个通道。现在来到这个秘密通道的这个尽头，这个尽头后面呢应该是这个中山北路，但因为今天这个通道呢它这个铁门是封起来的，但是还是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呢这个通道呢神秘的地方，为你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。菜刀不要飞到他那里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牛肉可以先丢过来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不用切那么急。他有、欸、菊花豆腐是他拿手活。菊花豆腐。对。待会我们吃得到吗？他可以帮你传播一下。谢谢，感谢徐叔叔菊花豆腐。这次没吃到，下次一定要来吃。你看他切糕，这个刀锋多么锐利，多么这个灵巧。太开心了，我们这个台南呢，后壁呢出产的这个稻米呢。绑在我们这个安哥拉斯的这个牛排上面，实在是很香嘞。这个现场的来宾大家有福了，看影片的不好意思啊，你们下次自己来吃。你看每次影片完，不是每次都有。我是阿美刘，希望你会喜欢我所拍的影片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佳节愉快。